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无法压抑的求知欲，八封八之三之一之一的关卡哈。关卡蛮多的，慢慢帮大家这个一个一个通关这样哈。好，来做一个通关的示范。这个最怕是遇到这两只都还算有点棘手。好，两只都一起扁吧。因为这个不两只一起扁好像也没办法。哼，有趣了。最好是断光珠啦，拜托你好不好，帮帮忙吧，太离谱了。断光珠，哼，好一个断光珠哈。这个补血珠的话，这样好了，哼，舒服的痛，痛的舒服。为了要储技，所以，哎呀，我故意不消他，给我消掉。第二关，随机小怪，哼，哼，呵呵，呵呵，不全体攻击看来也不行。哦，漂亮！哦，剩这只就好处理了。I like it。这个比较危险的，我反而觉得是小怪关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那个无视减伤的，然后再不然就是那个越攻越强，被他打太多次会很危险。我是不晓得他有多强啊。哦，总之我们现在就趁这个时候赶快出击。已经除满了，说妲己还没除满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的话应该是没问题。哦，那么多康还是没有攻击力，所以无所谓。哦，接下来应该还是随机小怪哦。五十减伤这只是先，应该没什么差哎。这样好。开一个露娜。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开露娜？就是我就想开嘛，这样OK 吗？因为我下一关这一关强制自爆，我可以再拿来用。好笑的是，我没什么新珠哎，只有一颗而已。好吧，带走就带走，带不走就算了。哦，强制自爆，哦，防力也蛮高的哦。哇！
好，再来这边是二连击哦，二连击这个要小心哦，先干掉其中一只。这次攻击力比较高哦。啊，主要血要先补回来，血才是重点。哦，血才是重点。哦耶耶耶！哦耶耶耶！好，尽量补满一点哦，这会有点小小的危险。哦耶耶耶耶！虽然说百姓还很习惯被电脑这样摧残，但是连击这个有点危险的东西，我们还是少玩为妙哈。好，干掉一只，轻松轻松，干掉一只就轻松了。哦，以前大阵减伤跟现在差很多，所以。但以前就很怕连击啊，哦，现在就可以慢慢的，这个算是处级。哇，怎么处理？我们就是一次转一两 combo 这样就好了。哈，哎呦喂啊，卖戏啊！做一 combo 就好，好，然后再赶快把它补回来。再来这一只是五回合内会扣除20%生命哦，而且转注时间会缩短哦，这个蛮危险的。这个我建议就是直接哦一波哦一波把它带走。我大圣的 CD 很短哦，这一只 CD 也短，这只 CD 比较长，三回合还有打几还有三回合，为了节省我们的时间的话。开大声就好，好不好？开大声就好。开大声。哦，差点右边没有跌到。哦，差一点没跌到，他没跌到就差很多了。接下来这个哦，随机三鼠盾哦，随机三鼠盾，那我们就是留水火木光暗就可以了。哦，各留一哦。哦，因为我要搭配妲己出招啦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做一个攻击的动作。我们转向看。哦、很漂亮哦，水有火有木有光有暗，好，天雷战场哦，一波把它带走哦，这样会比较稳妥啦，这样比较稳妥。切开哦。好，龙科哦，避免这个攻击力怕不足的问题，我们开龙科是绝对是保险的。好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哦，非常。
轻松就把它 Q 掉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八之三之一之一无法压抑的求知欲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